淑容妃，天色不早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淑容妃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刻不完，您先歇息吧。淑容妃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呀？万一折回了，这个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别哭了，赶紧去拿药。这可是南宫，咱们什么都没带，今晚哪来的药啊？那就去请医祖啊！你这样看着也没有用啊。 淑容妃再忍忍，手受伤了就别刻了。不碍事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就不想被人家看清。陛下，何事？ 听南宫那边传来消息说，淑容妃的手为了雕刻护身符受了伤，血流不止啊。那去找一佐啊，来找朕做什么？难不成朕会治伤？哎，是是，只是陛下有旨，将淑容妃移至南宫，您要是不发话，这底下的人万分为难呀。朕又没有废黜他，按规矩办。 以后他的事儿少来烦朕。哦，哎，是是，那奴婢这就去通传一声。哎，参见陛下。穆德庆。啊。啊。哦。啊啊。嗯嗯。陛下并无他事，只是来医官院翻一翻医案，看看有没有纰漏。李御医，臣在。你给朕说说昨日的医案吧。回禀陛下，昨日只有一张医案，南宫里淑容妃的手因雕刻而受伤，臣等为淑容妃开了方子。 要淑容妃好生歇息养伤，可是，淑容妃没听劝，只是简单的抹药包扎之后，便继续雕刻了。矫情。行了，不关你们的事儿，好话救不了要死的鬼，人家自个儿要成全自个儿。 你们就照常看病，治得好就治，治不好就顺其自然吧。遵旨。恭送陛下。